车档。看管理的车档的110年2月3号，瑞方，8:23分手，白色是4148次中，依然先看数二的阿法圈车车网。701+70阿法圈车车网，在瑞方站准备是。1148次依然先看我数二的圈的德瑞旺站准备停靠，今天终于可以双线双向运转，不知道有没有代币，应该有可能要代币啊。哦，还有拐骨啊？没有哇，竟然没有拐骨，超感动的啦。第一月台停靠是另外一列，所以真的可以双线双向运转，感动哎！1148次就沿线靠数二圈的，终于可以在瑞芳站停靠第二月台。我喜欢片干嘛？按赞门都在电门打就搞。1148次沿线靠数二的一哎呦。702+701阿宝圈的车网在路上那里耶，终于停靠了，在二月还不用代币了，超感动。关闭车门，如果下面干嘛在门都在电门打就关闭了，等等啊，拜拜。要确认，1148次将烟烟康收好签了。在热浪站关闭上门处理。老板，要确认，1148次将烟烟康收好的签了。在热浪站处理了，赶快自己叫拿包吧。好多人。终于恢复正常了，可以恢复正常日子。感谢哥哥，再见。